近产后复出的姚晨频繁亮相，前戏腰身进展瘦身成果。日前记者在东四环附近的一家餐厅再次见到了姚晨的身影。姚晨在曹郁的陪同下与朋友聚会，招牌的大嘴笑容一直挂在脸上，心情极好。当晚素颜亮相的姚晨身穿宽松皮夹克上衣，紧身牛仔裤，习惯性的手摸小腹，但其实小腹已见不到明显的赘肉，不知道要让多少圈内女明星羡慕嫉妒恨呀。走出店门，姚晨对其中一位前辈毕恭毕敬，一直送到了座驾旁，直到前辈上车离开。随后姚晨和两位朋友又在车旁聊了好一会儿，而这时曹郁已经前往不远处发动汽车，准备载着老婆回家。曹郁把车前进后退来回好几次，终于挤出车位来到姚晨身边时，姚晨依然滔滔不绝。看情形，曹郁原本想坐在车上稍等一下姚晨就能结束，无奈兴奋劲儿一起就有点收不住，曹郁只好开门下车陪在老婆身边。但尴尬的是，曹郁完全插不上话，只好在一旁陪笑陪点头。终于等到老婆说完，曹郁赶紧拉开车门上车，都忘了给姚晨开个车门啦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